今天听到一个个案说啊，有小孩的家才是家，没有小孩的家难道就不是了吗？老公啊，你还会想要有小孩吗？这次回来做什么？看你啊，老公，没关系啊，大家都在传国庆倒贴周一时，我们是没有什么啊，只是你也不能阻止我心里的感觉吧。